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完成这一线腰洞榴弹炮1:35的啊。其实这个炮呢，我也做了有几次，但这一次呢，每次跟炮兵的同学们研讨了解之后，发现很多东西呢，就是要慢慢的一次一次的啊精进。那这一款呢，这一款是战鹰的啊，号称就是所谓的决定版啊，决定版。哎，那我也做过 Dragon 的啊 ，Dragon 的就相当的阳春，而且还不便宜啊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款啊，我用了摄影才知道，原来它色温没有人调整，哎，没关系啦，这个炮身哈、炮，它可以上下俯仰角度，还有齿轮会卡住，哒哒哒哒哒啊，如果你拨的时候有感觉，然后左右你看它方向机，看它的方向机这个，这个部分，也会动，有那种很做的很细的机械的感觉啊。那轮子部分这一次呢，我是直接用肉色去做泥巴的感觉啊。由于这些个我没有做的很脏，只用做过的样子就好了啊。做太脏，怕不好控制。那这叫洗靶杆，我没记错的话啊，这叫洗靶杆啊。然后这个炮可以往后退啊，我就不去动它了，因为已经上过颜料，退再拉啊就很麻烦啊。炮很细啊，真的很细。来，再来这里炮栓的部分啊，原厂的说明书啊，原厂的说明书这边其实画的，他想要做很细，可是说明书有些地方呢，如果不是炮兵出身的人，真的很难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装，或者他装之后感觉怎么样啊。他图说设计我觉得很好，但是他设计图有时候比较细的地方呢，要做放大，或者是说再做一些更加精进的部分啊。那像这两个瞄准具，一个水平一个垂直啊，或者 anyway 我不知道，抱歉，不是炮兵专业的。像这个地方我也必须找图，网络上的图片才知道颜色正确是怎么样。那这一款的颜色大家看有一点偏绿色啊，陆军绿啊。那因为我考量到说我还要再上一层保护漆，它会深完之后，我们用浅的颜色先不要那么绿的颜色上完之后呢，我要做明暗会比较好表现啊，会有立体的感觉，而不是都是绿色。刚喷完漆的时候真的都是绿色。然后大架的部分呢，他们讲大架啊，就是这两只左右大两只腿啊。那炮架里面呢会有插销啊，会有插销，还有铁链在这里啊。来，我们把它 zoom in 一下啊，这里这部分，这地方制作不难啊，要熬成自然形状就可以了啊。那里面这个，这小东西都很小啊，像这只就不见了啊。这只有知道专业术语的同学可以提供参考啊。这个是什么闭锁拉柄还是什么退弹装填用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只的，这只就飞脱了，我就把它重新再做一只新的啊。战鹰他想把套件做得很好，但是零件都很细很小。在做的过程中呢，可以用蓝钉胶或是用双面胶带先把小零件先固定好，然后再来切割啊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啊。然后这里左右会动嘛，所以可以转来啊。这里有一些机械结构啊，这个一样，原图的涂装说明其实没有做得很好，所以网络上都有照片可以参考啊。然后这里可以装这个，这里啊，这里不是很好装，这里装进去，其实应该我如果下次有机会再做的话，我是希望这做的再自然一点点啊，这个角度怪怪的哈，因为
它装进去的地方就不好装，装上去它会卡到，啊、哦，这粘音的精细到你差一点点，你下个东西装进去可能就装不进去，就算装得进去也是卡卡，嗯，啊，这杆子啊，这杆子比图就可以了啊，不是很难。然后大家讲过了嘛，哈、啊，来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是当你要拖行的时候，左右会有结构把它卡住炮啊。让它不会晃动啊，啊，这个地方上了漆会掉漆，它、啊、是银色的啊。如果颜色错误，请包含我，我不是炮兵科的，抱歉。啊，啊，这个就这样，我跟刚跟各位讲，你就涂上去肉色就可以了，啊，泥巴色、肉色都可以。涂完之后呢，用溶剂把它擦掉，啊，去橡皮擦把它擦掉，啊，擦不掉就留在缝里面，这 就是我们要的感觉啊。然后。我们喷上，做出这种，跟他谁生不谁生，然后应该不是生锈，因为国军装备不能生锈，生锈连长要脱去枪毙，这个有点像水斑或是那种感觉啊，这就先上完一层保护漆之后，亮光的哈、哦，要调稀，不要调浓，调稀就好，然后有点保护，然后呢？用珐琅漆去点下来，去点，它就会出来像这种感觉。那、啊、如果你要有水渍，啊、哦，水流的痕迹，就往下滑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啊、哦。那基本上我会这样做，是让它的铆钉看起来比较凸显。其实我没错，没错，真的装备不可能会这样子，啊、哦，国军装备如果是这样，早就它完蛋了。但是小东西要让它化妆嘛，啊、哦，化妆，所以我们就给它让它有点立体，啊、哦。那这个杆子啊、哦、也是活动的，啊、哦。粘音这一套就要求哎，啊，真的很细，啊，然后这个下面还有块板子嘛，啊，这个铰链的地方都做得非常漂亮，没话讲。来，如果是拖行的情况，哈、啊，如果是拖行的情况啊，过来，来，这块板子直接扣上，连扣子都可以做出来，哦、啊，粘音连扣子都做出来，扣上去，但是你要扣上去的话，这些结构是不是都很小？你看这些扣子。啊，钉子、铆钉，哈、哦，这些都很小，啊、哦，这些都很小。你要用胶水粘的话很危险，因为胶水模型胶水是透过把塑胶溶解完之后粘住，那都已经一点点了，好像这塑胶就一点点而已，怎么溶到这一坨在上面？啊、哦，记得强力胶是你的好朋友，一点点强力胶，啊、哦，粘粘双两边都粘粘完之后，等到快干的时候一倒上去就可以了，啊、哦，适度的情况下。加一点点啊，让它粘住。像我这些东西很小，我就用胶水很难粘，我就用强力胶。然后扣上扣子的地方，好、啊、看得到哈、啊，来，扣上扣子的地方，它要表现扣上去，有时候强度根本撑不住，那怎么办？也是用强力胶点上。还有，来这里，啊，这块板子是要会动的。啊、是要会动的、啊、要会动的，那你怎么让它会动不会掉下来？你强力胶就可以了，啊，强力胶还没有什么特别强力胶，啊，就是一般强力胶，啊，按你的浓淡，强力胶久了会干，会稠，啊，那你可以买那个叫做，一种溶剂，很臭很香，不对，很臭，但是呢有毒，记得一定要在室外操作，叫什么苯啊？嗯，抱歉了，年纪大了，脑袋也都记不住，老了。甲苯，对，甲苯很毒啊、哦，因为我们一罐强力胶，来，强力胶进来，强力胶这么一桶，啊、哦，几十块，一小罐，几十块，啊、哦，用没到多久它就会干掉，你甲苯来倒进去就可以了，啊、哦，甲苯倒进去，啊、哦，甲苯倒进去，啊、哦，它就可以调它的浓淡啊，那浓的强力胶有它的用处，淡的强力胶有它的用处。像这些小东西，啊，今天有同学、有客人、朋友跟我聊说，什么叫做分开上色？你想想看，这个都粘在一起之后，你怎么去上色这个棍子呢？所以你必须先粘完之后，或者先上色完之后，再把这个棍子粘上去，对不对？哎，是的。那你棍子粘上去，你看这个地方接点的地方是不是很小？我们用胶水是不是很容易让这个颜料给坏掉？
再加上你已经上了颜料，你要浇水去黏住它，是不是很难？一样，强力胶是你的好朋友，点两下，咚咚咚就好了哈。因为这塑胶的东西都很细，像这些转盘啊，这些转盘啊，这些轮子啊，这些你想想看，这个那么小，根本黏不住啊。浇水黏上去，碰了又断了，又掉下来。你黏上去，那断了，很容易就断了。那像这种强力胶黏呢，稍微固定，碰到还不会断，还有吸震的效果，哎，啊，然后就是这个，接下来就是这个，你的这个瞄准具，哎，啊 ，OK， 好，瞄准具，啊，这都很细很小。那沾阴呢，这部分做的也不好，啊，它这套不错，都很不错，就这些东西细的东西啊，它图画完或者装的时候呢。它没有更怎么讲，参考图不是刨冰科的同学很难去做出正确的样子，还有涂装，但是说真的已经很棒了，比别的公司像 Dragon 的那个好太多了，好太多了啊，好太多了啊。金属炮管啊，金属炮管没话讲啊，一体成型，一体成型，然后啊，这里尾巴啊，要拖行的时候连扣子都有，哎，连扣子都有啊，真的 OK。 这个饶老师，我听饶老师讲好像这套还得过世界模型大奖啊，模型大奖超优的啊，超优的啊。这看看看这小小一套，其实比做飞机模型还要困难，我讲真的，啊，真的，比做飞机模型还困难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个操作炮的各位同仁，你们比开飞机的人，你们跟开飞机的人差不多一样了，啊，学的东西很多，啊，很细，很棒，啊，分享给各位，也给自己做个记录，啊，难保将来还会再做一套，是吧？啊，像我这个拖车的这一款，啊，拖行的这一款，就准备要上 M35 金卡了。嗯，小时候看过拖炮的举手哦，对啊，以前在路上常常会有那个军卡拖着炮在跑啊。啊，谢谢各位啊，花了十几分钟跟大家聊了一下，做个记录，做个分享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